袭过王宝强，求他放过宋哲一马。与此同时，马蓉也被警方限制出境，计划已久的移民计划不得不就此终止。此外，有媒体就此事询问过相关律师，律师表示，如果属实，结合本案是件刑事案件，刑事案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，符合起诉条件的是由检察院提起公诉，因此案件并不受王宝强控制，无法申请撤诉，就算选择原谅对方，也无法让宋哲免除定罪与处罚，只会在量刑上酌情考虑。据传赵丽颖即将出演新剧《法医狂妃》，除了引发了很多观众极大的兴趣之外，对于和她搭戏的男主也成了大家最关注的焦点。从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男主是比赵丽颖小了整整12岁的人气小生吴磊。这一次吴磊作为男主和赵丽颖搭戏也并非是第一次合作了，早前在综艺《72层奇楼》当中，吴磊就以自己的高情商赢得了赵丽颖的不少好感。纵观和赵丽颖传过绯闻的一席男演员名单当中，光凭在综艺里赵丽颖对吴磊像个迷妹般大喊好帅，似乎就已经完胜了之前所有的男演员。而吴磊那段亲手为赵丽颖绑鞋带的画面更是甜腻了所有观众的心。这一次如果真的在新剧当中再度牵手，绝对会让不少观众为他们尖叫。其实赵丽颖和吴磊这组姐弟 CP 也是凭借扎实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是两个人会不会在剧中擦出火花，也有网友质疑，还不知道真的假的呢。看来只有等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曝光才能够真正的确认，而对于作品我们也就拭目以待。